个美丽的童话王国将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，那就是我们的白雪公主，她要和她的王子结婚了。哎呀，居然被一个坏女人给打劫了，她把我们白雪公主的婚纱给扒了下来，还给她换上了最脏最恶心的烂衣服。天哪，我们的王子还以为是哪里来了一个乞丐，他根本就认不出来了嘛。我们的白雪她伤心的哭了起来。你们再看这个心机女，她以为她的诡计得逞了，就换了一身漂亮的衣裳，扭搭扭搭的来见王子了。她说她已经喜欢了王子很久，她要和王子结婚。天哪，你这个坏女人，你要是成为这个国家的王妃，那么这个国家都会陷入黑暗之中的。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我把你弄成这个样子，又脏又臭又恶心，看看我们的王子他怎么会喜欢你呢。天哪，你不要在这里自取其辱了，赶快离开这里吧。白雪白雪，你不要伤心了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。我呢先给你派了几个大保镖，让他们来保护你，一路的护送你，看看这次谁还敢再来欺负你呢。来，我们先拿上这个漂亮的手捧花，再换上这个最美的新娘发型。天哪，白雪公主，你不要怕，我们大步挺胸向前走。哇，这个漂亮的水晶鞋一定得给它换上。来来来，有他们保护你，我们呀谁都不会怕的。啊，我已经看见前面那个洁白的婚纱了。白雪公主，我们一定要穿上它。哎，穿上这个洁白的婚纱，你就是这个国家最美的新娘了。哎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天哪，又是这个心机女，要不是你搞的鬼呀，现在呀王子早就和白雪结婚了。来，大宝宝，快给我收拾这个心机女。哇，终于见到王子了，王子他也认出了白雪公主，他们终于在这里举行了最最盛大最最隆重的婚礼，从此以后他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了一起。